赵老师，来来来，你把这喝了，治百病。哎呀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就给我喝。药啊，这叫苦疼，治百病，真的。俺们村有人有病，啥病都喝这个。这药能乱喝吗？哎呀，我是制药专家，不是山野村夫。你这科学有科学的道理，老祖宗秘方有老祖宗秘方的道理，你就信我一回，你喝了。 试试，你闻闻，闻，喝，喝，怎么样？这是苦疼啊！俺们那后山梁苦疼啊，就药材。 有点累，嗓子，我怕一会儿上台唱不出来。你别再喝了，你再喝的话就不是能不能唱出来的问题了。哎呀，接下来可就是你们上场了。哎，这可是决赛，胜败在此一举。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表现啊！有信心吗？有。有信心吗？杨。 塞问你呢？邱子桐，他紧张。小发财，为了这一天，你等了那么多年，付出了那么多。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所有的选手都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大家都已经拼了。那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美国的华裔歌手 Seven 和我们可爱的小甜甜 Lisa， 这一对金童玉女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对唱歌曲，欢迎他们。 在电视上装孙子，真孙子！我呸！哎哎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拍死他！哎呦，你要不是真人，你拍什么？这给我！我去，不该睡觉去，在这干嘛呢？这是的，这有啥好看的？你没见过世面啊？这破玩意儿你看它干啥？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由我来宣布比赛结果。
真的得冠军了？我不太敢相信。这好像就像做梦一样。没有人知道我为了今天这一刻等了多少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毒，放弃了多少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东西。那看我，我要在这里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我要对所有支持我的朋友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也要对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说一声对不起。我希望你们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向向往美好生活，向往美丽歌声，我是歌手 Steven。恭喜你成功了，我就说过你一定行的。今晚太棒了，莫里斯餐厅给你们准备了丰盛的庆功宴。好啊好啊，今晚上咱们好好喝的宴。媳妇儿，干杯。今天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意见，可是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？我记得你的心愿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自己的家，一个我们的家。现在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把它恢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。这个房间处处都有你的影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每天早上醒来，我总是感觉你躺在我的身边。可是我活该。大明星来了，来，云总，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啊！走走走，怎么样，当冠军的感觉还好吗？我原本以为我会狂喜，会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嘚瑟才好，可奇怪的是，出奇的平静，尤其是一个人在家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多多少少还有点空虚。理解，当你期待一个东西太久啊。付出了太多努力，最后终于得到他了，反而没有这之前那种喜悦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过呢，你能有今天，全是因为背后有多少人为你努力得来的，一切都来之不易，你要好好珍惜啊。放心吧，云总，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付出了多少，失去了多少，我最明白。好，喝杯茶。来。
福哥，你看，我刚研制的面包，像这个中间是加肉松的，我还放了点芝士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嗯，对，好吃。慢点吃。哎，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啊，你昨天晚上看电视吧？看了。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得奖那女的，妖里妖气的，祝她发财。我怎么看着俩人好像关系不一般啊？黏黏糊糊的。他们关系一不一般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行行，你要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怕你不高兴呢。我过来看看你。来来来，你尝尝这个。嗯，尝尝这个带奶油的。那，拿水喝吧，腻了。我给你倒杯水去。喂，白总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这儿是在研制一个百年神药的项目。哎呀，这消息传得还挺快啊，怎么，你有兴趣？哎呀，现在想投资的公司还不少呢。对，现在就看谁家有最大的诚意了。好好好，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。神药，神药！看来咱们公司真要靠这个苦藤翻身了。真的？我一发布咱们研究百年神药保健品这个项目之后啊，这都是来送钱的。太好了！可是，赵老师啊，现在苦藤的药效还在研制当中，我们现在就搞宣传，不太妥当吧？这有什么不妥当的？这叫商业操作。这几十号人等着吃饭呢，投资不来，怎么研究啊？你啊，抓紧时间组织大家研究一下，我看看怎么给这个神药好好造造势，加大宣传。好的。方老师啊，嗯，张老师，啊，您喝茶。啊，喝茶啊，搁这，别站着了，坐，聊会天，行。哎呀，福哥啊，你这饭做的不错呀，你看我最近都胖了一圈了。哎，俺做的一般，俺们村怀二爷做的比俺还好吃呢。俺这菜呀，好多都是怀二爷教俺做的，家常菜。哎，对了，福哥，这样，你啊，抓紧收拾一下，陪我去一趟你们仁义村。我得尝一尝怀二爷做的饭。真去啊？我是想考察一下苦藤的情况，为下步的研究啊好做准备啊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哎，这苦藤的事要能成了的话，俺不就给村里做了件大好事吗？嗯，俺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回家看看娘家。对，我收拾收拾啊。哎哎，谢谢赵老师，谢谢赵老师，俺先回了啊。哎哎。看我干啥呀？我就是在看你，到底哪儿有魅力呀？让福哥那么喜欢，他死也不跟我在一块儿。哎，福哥来了，你是不是来找我的呀？是不是回心转意了？我不是找你的，我找他。钱总，哎，你这不。咋了，哥？
过来拍张照片。为啥要我给你拍啊？让你拍你就拍，你这拍什么照片啊？好端端的，散伙照，拍。哎，你俩站别那么近，站远点，再站远点。我怎么觉得还是那么近？不是你拍不拍？你不拍你把照片给我，我给别人拍。拿拍。不是你，咱笑笑行不行？行。辛苦啊，师傅！走，不干了。哎，是你家呀？啊，赵经理，啊，是美吧？好，哎呀，好美！坏二爷，哎呦，阿根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坏二爷，啊，俺给你介绍啊，这是省城药业公司的赵一凡，赵经理。赵先生，您好。这是俺们村的组长。怀二爷，哦，二爷，久仰大名啊！这样，赵经理，您呢，上怀二爷家歇歇。哎，我回家看看俺娘。好，快去。哎，怀二爷，你给照顾好啊！啊，好，让我给点。哎，来，二爷搀着您，慢点。爹，娘，您看，这枣啊，你说我要回来，哎呀，买了好多东西孝敬您呢。你们两个没良心的，整天也说忙，就不愿意回来看我们。没有，是真忙啊。那枣啊，现在读研呢，等他考上研究生，自然就回来回孝敬您呢。对了，你跟枣儿还好吧？好，好着呢。那城里那个叫什么行来着？没骚扰他吧？没有。瞧您说的，他敢吗？他这枣啊，听说我要回来看您来，还特意找张相，让您二老看看。哎，您看看，瘦了，孩子瘦了。哎呀，学习可累了，动脑。对，累了。这瞧，多般配。哎呀，二爷，仁义村呐，好山好水，好人好景啊。赵经理啊，我不是老顽固，你们企业家的投资我是欢迎的呀。二爷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呀。嗯，来，再敬您一下。哎，哥。二爷，我听福根说呀，咱们仁义村可是有苦藤啊。哎，您知道吗？这苦藤外边卖多少钱呢？只要能找到苦藤，投资马上到位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满山都是这个宝贝呀！你要是能够开发，那对我们来说那是大好的事情。至少，我们村里的人能够有点收入。再一个呢，这个苦藤也能在全国发扬光大呀，我们还希望它发扬到全世界去的。二爷，您说的太好了啊！二爷，有您的支持啊，这事儿成了。啊，好，您随意啊，我干了。好。
哎，大娘啊，您儿子福哥回来了，您高兴吧？哎，福哥回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在村口看见他了。哎呀，这孩子这突然回来，给我个惊喜。哎，走，咱回家杀只鸡，给他接接风。走快，走快。哎，枣儿，你快看快看，这个太逗了。哎呀，枣儿，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呀、啊？我要是你，我就先把咱们这个洗车行关掉，然后好好的复习考研。哎，你知道那些考研党有多拼吗？他每天5点就去图书馆排队占座，日没出就坐，日落还不惜，一个个头悬梁锥刺股的，太拼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去啊？他们那个自习室的位置我根本就占不上。那像你这样边赚钱边学习的，怎么能抢得赢他们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萍萍，学习吧是讲究方法、讲究技巧的。他们那样子拉长疲劳战术未必是好的。我只要严格按照我这个计划，遵守这个计划来，我有信心。哎，萍萍，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啊，我没你那么大理想抱负。对我来说呢，没病没灾，拥有自由，能看到每天的太阳，每天有苹果吃就幸福啦。那你每天不能就吃着苹果看太阳吧？你吃啥喝啥啊？所以嘛，我打算先找个糊口的工作，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得了。不像你这么幸运，有个富二代男朋友。我要是你，我考什么研啊？我就花他的钱做大圣奶奶好了。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萍萍，我这个人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靠不了别人。我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有手有脚的，自己挣钱靠自己，累是累点儿，但我心里不害怕，我不慌。好，哎，你志向伟大，你自立自强啊，继续头悬梁锥刺股吧，女强人。这可都是咱家自己的，那比城里的菜新鲜多了。是是是。哎，哥儿，你说这城里的钱是不是特好赚？嫂子，其实这城里的钱也不好赚，真的。那城里也有卖体力的，你个汗珠子掉地摔八瓣，要不那钱咋来呀？这天底下哪儿的钱都不好赚。哎。你哥有的是力气，对呀、啊，哥，哥有的是力气。你看哥，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，你要不哥跟你去城里打打工？哎，把你哥带上吧。别了吧，哥，你就在家伺候娘吧。其实家里挺好的，真的，城里那也不是人待的地儿。哎呀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，菜都凉了。哥，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有事儿啊。娘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我给咱村立一大功。就咱们村后山那个虎藤，那都是个宝。那东西要是做成药，那是名贵药材。这我把赵经理叫来了，他呀正给咱们村引资呢。这资金一下来，咱们村啊都享福了，都能赚钱。哎，那把你哥也叫上。你哥他上山什么采药，那好手啊！你哥别把你哥落下呀。对，哥，你看你哥要是能帮你干吧，一我能在家照顾娘，二呢我能做点大事儿啊，你就带上我呗。就是就是，这明天才去考察，这事儿成不成那八字还没一撇呢，那成了咱再说这事儿行不？行行行，成了再说。那个，哎呀，先吃完了再说。那先吃，对对对。你看你多吃，在城里都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看把我弟弟累的。当然了，来吃吃啊，哥，吃多吃，多吃多吃多吃啊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，这鸡胗，鸡胗。吃啊，哥儿。哎，就是，还有的是呢。元恒。帮我冲杯咖啡吧。阿姨，冲杯咖啡。
别玩了，赶紧的。啊，你自己去呗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题刚刚我先把它弄明白，你快点。谢谢。烫啊！我给你吹吹。没事。之后我爸就给我找工作了，顺带手里也会给你安排。你说你现在考研干嘛呀？你研究生毕了业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，是不是还得靠关系？你赶紧去睡觉吧，别陪我了，我再学一会儿我就睡了。你别在那儿睡，你去我屋里睡吧，那儿的多冷啊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因为在你这儿考研方便我才来的。啊，我知道。疼啊！这个东西太金贵啊，别的地方没有，也就是我们这儿啊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就是那个后山。哦，慢点啊！哎，哎呀，这东西还挺远。哎呀，啊，慢点啊！啊，哎呀。阿根呐，啊，咱的苦疼啊！福根，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。那是什么都没有啊？是啊，咋给挖成这样了？哎呦！啊，华二姐，咱们后山的苦疼啊！上头有命令。咱后山沟那一块平地啊，要开发成高尔夫球场。前几天呢，找了工程队啊，把那全部给推掉了。啥球？啥球你也不懂，给你说你也不懂。啊，后山的苦藤，那是多金贵的东西呀！那是咱们仁义村的一宝，你把它给扒了。你是个败家子儿啊！哎呀，华二爷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开发度假村那是给咱创收呢，啊，给咱村民呢造福，那是好事儿。造福，造福，一说造福，你们就要把这些好东西给扒了。上一次要扒祠堂，怎么样？上当了没有？哎呀，华二爷，那都是老皇帝了，上头的命令，从省上到市上到县里一路批下的文件，这次不会有假的。我还是个组长呢，你咋不问问我呢？华二爷，造球场是人家上边的命令。我说华二爷，咱老了，咱以后啊。没事就在家里喝点酒，唱唱戏，该歇着你就歇着啊。村子里边的事儿啊，您老人家就别操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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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明白了。我这儿碍你的事儿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这根枣木棍子。是咱仁义村200年前祖先一代一代的留下来的，它跟文物一样了，啊！你
把它留着，可以卖点钱。哎哎，华二爷，简直是气死我了！年代不同了，现在我二爷在村里头说话越来越没人听了。赵经理，你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儿找苦疼，可现在，哎呀！二爷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事儿怨不着你。想起这事儿我就恶心。我们村啊，有头疼脑热的，还都指着那片苦疼呢。现在倒好，啥也没了。上一次要拔祠堂，以后又要建球场，再以后呢，就该挖天棚个窟窿了。哎呦！你给我呢？啊，这是你的报酬啊。这得多长时间的家政费啊？这咋还给10000块钱呢？这告诉你吧，这个是苦疼项目啊，给你的劳务费。别，赵总，您看您说的，这我都觉得对不起您。您看白让您跑山里一趟，啥也没弄着。苦疼虽然没有了，但是我去了仁义村呀。你啊，开拓了我的思路，我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开发些别的项目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就算你的创意费。俺创啥意了？还创意呢？俺就是个带路的嘛。再说这创意也不能创10000块钱呢。这你还嫌多？这有的创意，值个几十万、上百万都有，这是你该得的。那行呗，那俺就创意了，创着。哎。不是，哎呀，游什么泳呀？我又不是鱼啊！我陪你看电影，我陪你吃饭，我现在要陪你逛游乐场啊！我真成三陪了。那原来是工作，那工作可以，现在，你们就算和丽莎吧，好喜欢你们哦。啊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好般配啊！好，谢谢。我可以合照吗？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好，可以给我留个签名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，特别喜欢看你们俩在一起，你们俩好的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听他们说了吗？是咱俩般配。粉丝的话你也信？就这儿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今天我要你开始你新的生活，只有面对你才能忘掉过去，知道吗？走。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啊，你别跑啊你！松开，我不去。到这儿了，你快点！不是你松开我！不，你快点！不是你松开我行不行？我不去。我说过不有啊！你松开！欢迎光临，老板娘，这是我男朋友，我们来买面包。你看看这有什么好吃的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啊，我们这儿的面包都挺好吃的，您看您喜欢吃什么，随便挑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啊？你卖不卖面包了？卖啊。那你不知道顾客是上帝吗？我知道上帝。那你还不给我好好挑面包？您要先挑，我才能卖给您啊。我要这个和那个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小红，把这位上帝的这个和那个全给他包起来。站住！我要你亲自给我挑面包。
年还想吃点什么？最近你都饿瘦了。你闹够了没？你有病啊！李总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不许再来骚扰他，听见没？我没听见，哼！哥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。家里都挺好的吧？挺好，都挺好的。哎，走。这手套啊，俺娘给你做的，这里头都是好棉袄。俺娘说了，这厂里边这手套，中看不中用。容易起冻疮。这椅子垫儿，俺嫂子给你做的，怕你念书的时候板凳冷，着凉。俺摘了点核桃，这玩意儿补脑子的。你这念书动脑子，补。你们对我这么好。我让你们失望了。嗨，这叫啥话呀？你就是不是我媳妇儿，也是俺娘的闺女，也是俺哥俺嫂子的妹妹，是吧？他们对你好也是应该的。那你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，先走吧。有句话，俺想跟你说说。俺知道你这个人吧，脾气大，好面子，你也不愿意用远航的钱。可是这洗车这可累啊。你得注意身体。你要有啥需要帮忙的，你说话，啊。自从我开发了苦藤这个项目之后啊，找我投资的人呢，快把我这办公室的门槛都给踏破了。但是呢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我还是信得过的，所以说这个项目，咱们俩合作。没问题，周总。不过呢，现在好多项目都打着骗人的旗号，我都已经被骗了好几次了。现在呢，只想跟熟人合作。我信不过别人，但你老赵我还是信得过的。太好了。白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5156等于4251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40000多块钱呢，还是做家政可比当保安挣钱多了。那早知道咱就早就做家政多好。远航，你睡了吗？怎么了？哎，
你家里头有安眠药吗？怎么睡不着啊？我越想睡越睡不着，越想睡越睡不着。你给我点安眠药吃吧。安眠药不是好东西，不能瞎吃，那对身体不好。这样，我一整，等着啊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我正好渴了，把这喝了。干嘛？你给我喝酒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把这全喝了，你一觉睡到大天亮。是啊，我是睡天亮了。明天脑袋蒙蒙的，我去考试，我不考零分啊。忘了这事儿了。那我给你热杯牛奶去。我对牛奶过敏。你对牛奶过敏？嗯。好，那我记住了。早啊。嗯。放平常心，别紧张。你看你平常学习多好啊，一直是第一名，考试怕什么呀？放松。嗯。我陪你聊聊天。好呀，咱俩聊啥呀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跟小鹿你们两个在学校里走，然后我突然跑去了，我说我要请你们看电影，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不去，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啊。其实我是在跟同学打赌呢。我还以为你真要跟我们去吃饭呢。我挺想去的，我这人吧，就好面子。之前一直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就不敢说。宇航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咱俩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你在坚持。我以前对你可不好了。做一题我怎么都想不起来，但这题我在家做练习题的时候我做过，但我刚才怎么我都想不起来，你说气不气人啊？嗨，这不都考完了吗？别瞎想了啊！那题十分呢？那不已经考完了吗？对吧？笑一个，笑不出来。这哪老师出的题呀？啊，我得找他去。你这哪能出我女朋友不会的题呢？我得找。小点声，人家还考试呢。笑了，笑了。吃什么呀？你想吃？火锅。就火锅。走走。哎，先生需要什么？来一盒感冒药。感冒药呀？哎，你看我们现在推新推出的产品，藤精保健口服液，增强免疫力，少感冒。这藤，藤还精啊！哎，这款藤精保健口服液特别好，我们新产品。你看，咱现在水里游的有鳖精，山上长的有藤精。您看咱这老藤多结实呀！这是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王福根家乡的药材。王福根你知道吗？王福根？嗯。不知道。王福根您都不知道？他那个中了580万都给人家了，这你都不知道？感动省城十大人物呢，你看他连580万都给人家，他的药能有错吗？他家乡的药材肯定错不了，诚信绝对有保障。嗯，就这么一盒就78块钱。对，78块钱现在特别实惠，拿一盒吧，才78。买盒。啊，好嘞，这边给我们交钱。尤其你那个广告词儿编得好，水里的鳖精，山上的藤精，高，实在是高啊啊！高老师啊，哦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这钥匙咋回事？我得纠正一下你的口误啊！看见没，保健品不是药，那不一样吗？那不都是往嘴里吃的吗？你没有苦疼，你咋来的藤精呢？那你这不是这都骗人吗？这70多块钱一盒呢！打住！你仔细看看啊！哎，你识字了？藤精保健口服液，没说有苦疼啊，就是个药名嘛。你这不是坑人吗？就这个东西70多块钱一盒啊，这能治啥病啊？这里啥都没有。我说你有完没完了？这10000块钱信息费你也拿了，别跟我找事儿啊。赵老师，嗯，这你看我那10000块钱，我一分钱没动，都在这儿呢，我还你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跟你这种骗人的人来往。你们家的家政你找别人干，我不伺候你，骗子。福根儿，福根儿啊，情绪不高嘛？啊？哎呀，一天到晚烦心事儿太多。福根儿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哪儿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点，眼光看不远。咋看不远啊？你看啊，现在有很多农民工在我们城市干的那都多火呀，啊，企业干的那么大，你就没想法？我有啥想法啊？我也没文化。没文化？你知道比文化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人品。啊，你看啊，为什么大伙儿那么喜欢你啊？是因为我傻呗。什么傻呀？那叫仁义。啊，你家政干得那么好，就没有想搞一个家政公司？我也想过，我就怕弄不好啊。不吃螃蟹怎么知道螃蟹的滋味啊？啊，你搞个家政公司，有困难我帮助你，支持你，怎么样？走。喝酒，喝酒！哎呀，你看你们在我家还你们忙活，最后一个菜来了，哎呦喝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您快吃。虽然我不太会做，但这个鸡是我切的，赶紧尝尝，辛苦。尝尝我这丸子怎么样？啊，一定是等会儿。我们第一次在丽丽姐这儿过节，我们三个过年还挺开心的。嗯，咱们先碰一个吧。来，碰一个，来，花儿，哎，新年快乐，花儿，新年快乐，嗯嗯，谁呀？不知道呀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哎，哎呀，花儿，这个别撒地下啊！哎，往里，快来看谁来了。哥，你们也在这儿啊？千嫂，你咋来了？来，你们都在呢。那个，进来看看丽丽姐。来，坐，快把包放下。这大过年的。哎，嫂，你看我们这三个光棍在这儿过节，你这有对象的怎么也来了？啊，嗯，远航去陪他爸妈了，我就说过来看看丽丽姐。是，正好，你快看看。到了。这是一桌子菜啊，这是福哥做的，平平做的都有。那。丽丽讲两句吧。我讲两句啊。来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我看呐，咱们说一说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计划？我先说吧。我今年呢大四了，学校也没什么课。所以我打算出去找找工作，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这样每个月不用找根叔拿钱了，是吧，福哥大叔？嘿，你看看啊，哎，我这侄女还真是长大了，懂事儿了，嘿，懂事儿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情人大婶，你考研考怎么样啊？我咋又成你情人大婶了，萍萍？你看，你是不是我根叔前任女朋友？那不就是我前任大婶吗？嘿，说什么呢你？刚夸了懂事儿，就又不靠谱了，这是。你别说了，我现在等成绩呢。
等我的考研成绩一出来，如果初试过了，我就准备复试，接着考试。好呀好呀。你呢，姐？我啊，我希望把我的面包店越开越大，然后把我们家花呢抚养成人。好，好，哎，我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啊，我想搞一个家政公司。家政公司啊？我呀，啊，不是得了感动省城那奖了吗？嗯，我那奖金呢，再加上我最近挣的钱，我一算，这家政公司成本不高。嗯，我搞一个。真的假的？你吹牛吧？我没吹牛，那杨市长还说给我提词呢。真的呀？嗯。哎，那这样，你看我也不太忙，我去你公司给你帮忙呗。行行行，可以帮忙啊，一分钱不给。行，那个平平陪我去下个饺子去啊。那个枣儿，你看着点花啊，你们先吃着。走走走。吃饭呢。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。哥，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提议，开家政公司特别好，你好好的去研究研究，看看怎么把这个店给开起来，好不好？对呀，进城三年多了，我是变化挺大，你变化也挺大。我呢，也不能为你活着，也不能为任何人活着，我得做好我自己。这，嗯，现在我也想明白了。你呀，也不是原来的你了，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。但是这城市呢，咱们是谁都离不开了。嗯，反正咱们都得越来越好。你能重新开始，我为你高兴。喝吧，喝酒。饺子好啦，饺子来啦。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。哎呦，哎，来，快尝尝。哎，尝尝尝尝。这是谁的手艺啊？大家的手艺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真幸福啊。嗯。你想想，咱们刚到城里来那会儿，哪吃得上饺子呀？我就弄个破饼子，就着凉水，我吃了好几天呢。哼，那时候要兜里没钱，住在发财那小破剧场里。这发财的小子还真仗义。这春晚他怎么不给弄点相声？是啊，今天这春晚也不好看呀。你说说你们，哎呦，这都猴年马月的事儿了，提也可以提，不是不能说。你看，这。大家一起过个年多好啊！来，再庆祝一下。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村的祖先，请你们一定要保佑田枣，田枣一定要考上研究生。怎么样？查结果怎么样？还没查呢。你干嘛不查呀？我不敢，我紧张。这有什么不敢？你不早点查吗？我怕万一考不上咋办呀？拿着，给你查。那你查好了告诉我啊。完了。没考上啊？没有，输错了。你还学会骗我了？你赶紧查。好没好啊？好了，自己看吧。
下面我郑重宣布，福根家政开业啦！ 咱们大伙儿啊，齐心合力，凭良心，好好干活，多赚钱，过好日子。哎，大家伙儿都到屋里喝茶去，走，喝茶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几句话要讲。经过这几个月赶招聘会，挤破脑袋还找不到好工作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在福根家政正式工作。 我要当副经理！是是是是是，什么好好好好！哎，你可真行啊，就听说过老板招聘员工的，没听说过员工跑到这儿来自己封自己是副经理的。我就是特立独行，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我一个大学生过来给你干家政，你算是捡着宝了。不，你别听他的啊，什么副总经理，我这庙小，装不下你这大学生，我这就才10个人吧。 你这副经理，他当什么劲儿啊你？你们别看现在庙小啊，我相信啊，在我这个专业经理人的带领下，咱们公司很快就会扩大规模的，变成百人千人的大企业。咱们开连锁，上市，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。你们相不相信？相信。我不仅会干好副经理，我还是你们未来的老板娘。哎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副总经理。 带着大家伙儿进屋喝茶去，走，咱们喝茶去。哎，哎，屋里去啊。哥，天早，你也来了。这么好的日子，我来给你送个花篮。谢谢谢谢，这大花篮多漂亮啊！屋里坐吧。啊，不坐了，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。啥好消息啊？我考上研究生了。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咱是。 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，你考上研究生啊，那不就更有学问了？那本事就更大了。哎呀，你说说，从你一进城吃那么多苦，到今天开这么个家政公司，我是真为你高兴，哥。谢谢谢谢，这说明啥？说明啥？好人有好命。对，咱得当好人。所以哥，你就得更加的努力，好好干，然后命越来越好。 现在啊，咱们这个大学生找工作还真不好找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俗话说得好，本科满地跑，硕士多如狗。只有这个博士啊，还可以抖一抖。哎，那早，恭喜你考上研究生了。对呀，恭喜恭喜！那是我的功劳。我怎么天天换你们姓骂我呀？我决定啊，先结婚后找工作。真的？你想通了，你要跟你男朋友结婚了？跟他分手了？那你跟谁结啊？ 亲爱的，过来，叫我呢。不是你，哟，什么时候好上的？这已经半年多了，你们两个人保密工作做的太好了。哼，哎，我说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毕业照都不等我是吧？想我不？想我不？
成。让我以后找一个又帅又有钱又疼我的男朋友。我要娶可儿。真的想好了去我哥家的公司啊。想好了，要在你哥公司啊干出一番事业。好，那你好好帮我哥啊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你还是找一老美吧，别老公。我尽量跟你在一块儿。肯定对你好啊。我马上就要回美国了，可能不能常常回来看你们。你们要照顾好自己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哎呀，你说这时间真是快，这四年不知不觉咱们就过去了。现在这屋里也搬空了，咱们现在也要走了，你别说心里还挺难受的。咱们常联系，时间太快了，咱们要常联系啊。对，常联系。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越来越好。咱们这就毕业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好快。走。哎哎哎哎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活就交给我干。啥呀？走走。累死我了，总算收拾完了。我现在干这屋啥都好，就这盆咱给它搬出去吧。干嘛呀？放这多碍事儿啊。搁这儿吧，我这好心好意给你选呢，你说我花了多大心思，你舍得让我心里受伤吗？行行行，那听你的，放在这儿吧。复根家政吗？喂，找谁呀？啊，三个家政。啊，来来来，来来，过来，坐。你这怎么这么乱呀？怎么还有鸭屎？来坐。找仨家政是吧？对。等着啊。你们经理呢？我是经理。你真是经理。如假包换，找三个家政是吧？对。等着，等着啊，一会儿来。喂，人要三人，你再回来两个，快点啊！你先回再说。快点！我要三个家政，怎么来两个？占我呀，一共三。你是经理啊？经理怎么还干活啊？经理当然不干活了，我比他们干得好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先生，您是找家政是吗？对对对。来，您坐，我来跟您谈。算了算了，连最起码的修身齐家都做不了，还怎么做家政？一点都不靠谱。不是先生，你听我说。不好意思，啊，刘亮，咋了这是？咋了这是？你自己瞧瞧，这乱成什么样了？不是家政工资吗？那怎么就这么乱吧？咱们这人家除了笤帚、墩布、大桶、玩具吸尘器，那还有啥呀？家政公司，客人看你这自己家政都做不好，你还给人家做家政呢？那话不是这么说呀，我把他家弄得光鲜亮丽，不就完了吗？我房子开吗？我，啊！你再看，满地的鸭子屎，还有你那鸭子，你弄到公司来干嘛呀？下次不许把鸭子带进来了。那我也不能把鸳鸯一个人搁在家里，它多孤单呐，是不是？咱这公司乱点没啥，
咱把活给人家干好了就行了。人家花钱买的是活，又不是买咱公司，对吧？我再说说你自己啊，你是个经理，你穿成这样，你坐在这上班，你起码你得穿立正点吧？不说穿西服，你自己穿的像样点行不行？我得干活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俺啥活不干？擦地板，擦玻璃，尤其擦抽油烟机，那玩意儿多脏啊！我穿个西服，我够得着吗？我啊，那领带勒得我跟勒死狗似的。咱们呀，现在是有钱了，现在是开了公司，当了领导了，咱不能脱离群众，不能忘了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一边劳动一边当经理嘛。你这么爱干活，你自己还开什么公司，当什么经理呀？你要该干活，你到大街上找工作干活去。你当经理就是为了经营公司的。我一边经营，一边干活，我不干活我就难受。我不拦着你干活，那你把公司经营好了。你不能说这么乱，来，正找你。你这账乱七八糟，这什么？四个头，啊？消毒水、手套、胶皮手套、布手套，哎呀，这啥呀？这还有出租车票，另外税务局来了，说让咱报账的，这啥乱七八糟的？你呀，你就把这事弄明白了。这都是你的账，这都是你的钱，你是经理，就你说了算。你看这把它弄，我看我头疼啊！我去干活去。这个账我插不了手啊，这是你自己的钱。你给我留着，我上三号楼看看去。哎，王富根，哥，我呀那家政公司啊刚刚开业，还行，还不错，就是忙了点。哎，没时间过来看您来，您别生气啊。你是名人，现在又成了企业家，嘿嘿，能不忙吗？忙点好。我跟狱友说王富根是我兄弟，谁也不信，他们说我吹牛。哎，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在里边表现的挺好的，人家政府给我减刑一年。啊？爸，嗯，那这么说。你还有四年就能出来了。嗯，哎呀，爸爸争取好好继续表现，再减刑一年半载的。等你们结了婚，我出来正好给你们看孩子。恭喜啊，哥哥，恭喜啊！而且我跟您是见面啊，我还有一个事儿啊，你说，平平的事儿。嗯嗯，我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个平平啊。他这个岁数也挺大了，这应该好好找个男朋友。我琢磨着呢，等他结了婚呢，您也心里踏实，这样有利于你改造。不是，王福哥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不强迫你。你现在当的是我爸，把我往外面送干嘛呀？你当这是你们仁义村啊？你还在这儿搞包办婚姻那一套？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孩什么也不懂，去。哎哎，王福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都说了好几次了，每回你都是推推搡搡的，你怎么你嫌弃我们家平平配不上你，嫌他有一个蹲监狱的爸爸是不是？不是那意思，不是那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接受平平，今后你也别来看我。伯父伯母，我爱田枣，我喜欢田枣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我想娶她。你们要是不同意，你们看着办，我们就私奔，我们就自杀。哎，行吧，这样说真诚吗？不行，这办法一点也不好。咱们俩要真回去，你这么大动静，这么一闹，那我们村还不炸开锅了？那怎么办呀？你这事早晚得说呀。肯定得说，嗯，但我想想，我想一个更好的办法。拿着。这太少了。
只有妈要钱的时候才知道回来。那是，我这天天跟您在家，天天跟您吵，这不是堵您心吗？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慢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坐下。啊，你工作的事儿快消息了。啊，谢了。我还有事儿，你坐下，我没说完呢。您说，我啊，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是我生意合作伙伴的女儿。 跟咱家是门当户对，我安排个时间啊，你们俩见一见。哎，不去。哎，这小子，我问你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嗯，这不是那个公司开业那天的那挣的钱吗？就写这儿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能把挣的钱写在支出上面呢？你这个得写到这边。 啊，这个支出是吧？嗯，写错了，这。这个是什么小额支出？这么小额？这个不就是那天我跟二臭子我俩饿了，吃羊肉串，他还喝了瓶啤酒。是这样的啊，你自己吃饭的钱，你不能往公司的账上记，你的钱是你的钱，公司的钱是公司的钱。那我的钱就是公司的钱啊，公司钱就是我的钱呢。 再说他饿了，再说也不是我一人吃，那二臭子也吃了，那就是支出了吗？你的钱就是不能往公司的账目上记，这点你记住了，以后你吃饭的钱，你自己吃饭的钱不能往公司账目上记。这些票是什么呀？这就票啊，就是给的。你这买手套的，买手套的，就是就买条的，啊。 还有那个出租车票，出租车呢？怎么能有出租车呢？那天他们打车去的，不是谁打车去的？去哪儿啊？情况紧急嘛，就是我就让他们打出租车去了。那后来这，有你这样的吗？打着出租车去给别人搞家政，你这不是亏大了吗？那你以后这种出租车票啊，都不允许他们报账。啊。 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，明白。哎，萍萍，我发现你这挺有才华呀，你咋什么都懂啊？这样，废话，我大学是江州财经大学毕业的，我这些东西都是专业的，你得听我的。是是是，这读过书的真是不一样啊。嘿，胡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些票据你得分门归类。 这你弄的一团糟，到时候工商税务过来查，咱们公司都不好查。咱们这是正规公司，就得正规化的经营管理。对，对，萍萍，我觉得你就光干一个副总经理啊，去太了。我现在正式任命，你不光当副总经理，你还得当这个财务总监，嗯，当买办，还得兼这个办公室主任，再兼人事科科长，再兼后勤部部长。 再兼总之吧，不是你就干吧。合着这一个公司都是我在干活啊？你就管了吧。总之什么事儿都是我干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一干活的人。你让我弄这玩意儿，我弄不了，真的。不是你干活的话，你是经理，你的职责就是管公司这些事儿啊。我呀，我干活去了啊，好好弄好，我看好你啊，看好你。你给我坐下，我是教着你呢，我教你经营公司呢，你别跑啊你。 来啦！哎，您找哪位啊？你是？我是田枣。我找远航。宋儿，到哪儿谁呀？找你的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 叔叔啊，叔叔进来聊吧，进来。我想跟我儿子单独聊聊。单独聊聊，好啊，那我正好去买点东西，你们聊。叔叔好。